这个是魔鬼音，魔鬼音。它的配菜，这个是葡萄式的烤鱼的。不是啊，今天做的是阿萨米。啊，做阿萨米啊。就是，我今天的阿萨米是我在好冷嘞。做店的时候，在做餐厅的时候最好卖的一道料理。阿萨米、阿萨海鲜、阿萨虾、阿萨手冻。贵爽表弟讲的。啊，是我家是最出名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啦，我没有吃过。但是我们配料很多了，今天因为人多了，今天我。我们首先有魔鬼鱼啊，哪里买的魔鬼鱼？啊，魔鬼鱼啊。Ghost fish。这个啊。一根很度。啊。你孤独 sponsor 魔鬼鱼啊？哦，我们切成一搞一搞，那很大只呀，这有几条？啊，这有几条？这里啊。嗯、啊。这里这里应该有三 kg 以上的几多啊，就是一条啊，三 kg 啊。嗯，来，这是豆腐包来的。豆腐 ，fried long 豆腐，长一点的。豆腐包只是要配豆腐包，有谁讨厌豆腐包啊？有人喜欢吃啊，但是豆腐包可以，你可以不需要这么多了呢。那我就买回来。几乎豆腐包很多人都喜欢的、啊，这么斜切好看点吗？斜切的就比较摆台掉。嗯。整个放进去，一它你会边厚一边薄吗 ？Hello， 下午好，来帮我们分享我们的视频啊。嗯。啊。下雨天气冷冷啊，啊，又很累。番茄啊。楼上睡觉起来，看到要五点半了，再抱我一下。番茄你去。这个你看、啊、就是尽责，时间有那个身体有那个时间了、啊。知道要直播他自己会起来。哇，我的孩子长大了。啊，我的孩子长大了。就算长大还会跟你讨钱的嘞。啊，就算长大还是会。那懂得他的责任在那里啊。我一直都有责任啊，都没有责任的。担当啊，现在我孩子有担当。有担当。最欣慰就是做爸爸的，一个孩子有担当了，真的是。来，阿三摸龟啊，阿三摸龟。苏菲在那边开场的。啊，是多少？我孩子长大了。再也不是像 baby 的啊！换钱两粒了，这个如果你这么大的话，你在你父母前呢，还是小孩子的？我妈妈到现在还是讲我杀不熟啊，杀不熟我们就尽量去杀啊，杀到他熟。来，我们的番茄啊，这两粒啊，这个是做阿萨，我们今天做阿萨啊，但是做那个魔鬼鱼，你调下阿萨酱哦。啊，阿萨酱啊，几乎都可以配海鲜的啦。Can check any more stock for Sacha Easy Oil 啊 ？Sacha Easy Oil， 我们今天有货啊！哎，有货，等一下有会介绍啊。拜五有直播吗？有啊，拜五都有直播啊。嗯，拜五周末没有直播，但是啊，嗯，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这个就是这个切了。就是我这个配菜的蛮多一下，矮瓜，因为人多啊，茄子、矮瓜都是同一样东西的、啊，有谁认为不同啊？它叫矮瓜，啊，树不是很矮的吗？啊，它种植的方式是矮的，矮小啊。啊，那树很。还有我们就是 Lady Finger， 这个叫秋葵啊，哎，我们现在都是。配咖喱多，同样阿三，啊，都配咖喱多的，但我们今天是做阿三。阿三嘛，阿三之前我煮了哎，你没教人家调啊 ？OK， 阿三不用教调，你可以去表弟好主意，打阿三酱就出来了。要不然的话，哎，那师傅下啊。Can order can later 啊 ，later you show the 沙沙一句话呀。这样我们有介绍啊。今天等下我们有介绍沙沙一句话。今天是我老公生日，哎 ，Lim Lim， 祝你老公。阿三来这里。来，你们 screenshot 阿三啊。我先给你们看中文呢、啊，OK， 来你们 screenshot 中文的先 ，OK， 说我不讲啊，你们 screenshot 拍下来啊，三二一，来最后一二三，真的最后啊，三二一，来英文版本的阿三酱，所以我们会比较快一点啊，今天 ，OK。
所以你阿香啊，阿香的 ingredient 呢、啊，你不一定要鱼了，你可以放虾、沙冬都可以啊。OK， 来，谢谢大家。有买表弟食谱就跟着食谱啊。哎，放你。看这里来。你的 book 放哪里？对，那食谱拿来。哎，我们现在就煮这辣椒吗？现在呢有。这里有姜啊，大葱啊，大葱你可以切一片，这个有头头尾尾了，姜啊，葱，那么你可以放一个蒜米下去。有姜，有葱，有蒜米 ，OK， 有红葱，有，这是紫天椒来的。紫天椒，姜粗的紫天椒。没有整粒。整条的紫天椒。蒜米。下午好，你那边有下雨吗？这蒜米我们就。蒜米这样是稍微拍拍一下啦，拿出来，拿到蒜米的肉，然后洗一洗它就可以了。我们这边主要阿三啊，阿三。哎，大家如果喜欢我的阿三酱的话呢，就啊 ，follow 它的 ingredient 就可以了。follow 我们这做，你可以跟着我的那一次之前有做过的阿三酱，你去 YouTube 打阿三表弟好主意阿三。关灯下大雨啊！我们这里，我们看到这里，下午加到现在，不等了。当然要自己煮了，那个等水。等。我们先煮的是。我们先热锅先呢。然后还有一个一汤热水，这个要做什么？这个。双蛋鱼呢？啊。热锅下油啊。来爆香我们的麻豆先呢。好一点。哎，爆香了。来，我们放姜，葱蒜全部在这里啊。葱蒜，我们有白葱、红葱，还是同一粒的，你那白葱。不同的。还有姜毛呢？对，姜毛、紫天椒。做的阿三的姜保存可以放多久？放玻璃罐。这个你要放陶瓷锅。陶瓷锅。玻璃罐。塑胶的，不要放有金属的铝罐。可以啊，因为酸性会破坏啊。对，放拿过就好了，放在陶瓷锅。有卖食谱吗？有。啊。可以保存，可以保，可以放多久啊？放几个月都没问题啊。你放冰箱啊，你可以放去借冰啊。如果你冰箱够冷的话，你可以放很久。对。好，你放借冰的话，你包一包，或者我纸袋包一包的话，放去借冰啊，倒得出来去冰的时候，这样挖下去就可以了。明白。来，我们爆香。来，多少？哦，这个很难讲哦，我就挨个挨个了哦。哎呦，两个大勺子啊，三个大勺子。哇，我们有三个大勺子，就是舀多多是呗。三个大勺子、啊。这个阿三酱呢，你可以拿来炒什么？炒米粉啊，阿三米粉啊。哦，好香哦，那东西。哎呦，味道就出来了。对。啊？我预定一本呢、啊。都修订啊！你私信我们后台啊！你整个一本书都吃不掉了。嗯。哇，很开胃啊！哎，热水。啊，就是热水。OK， 一其实啊，一个壶子的阿三就是一个阿壶子的水啊。OK， 刚才我们一个勺子的那个阿三配出来，你就一个勺子的水。水至少啊，对啊，一刀刀说表弟一倒下去就知道多少了。我是阿嘎阿嘎了，我是看到了浓度在那里了，阿三的浓度。我们永远没有精准，就阿嘎，阿嘎就是最精准的。你是知道吗？哎，表弟东东西越来越青菜啊，你看，因为挖到一个小时了，又要加水。我们餐厅就是就上来调料的嘛。感觉。我们调到。表弟已经是当你们已经是收店了。中间那种不再讲初级的东西了，就是阿嘎阿嘎。跟着我三年。现在你们要进入是阿嘎阿嘎的时代啊。汤匙都可以当勺子来用啊！对，我们这个番茄两粒，先给它去滚了。如果你可以，刚才我想要买黄梨，上次忘记。哦，黄梨哦，你可以放一点黄，你要放黄梨，放一点黄梨都它有点酸，是因为阿三是酸的哦。OK， 我们这里，那么你还要调味的，那是总酱是总酱，你还要调盐啊，放一点糖啊。对，你要记得而且要调味。对，要放糖一个，没有话那个味道就是酸酸的。一般上我们的酱是当做酱的哦，不要太多水。不要太多水 ，OK， 好。
这样做你不会再加水了啦。哦，应该是这样。好，你要会拿捏啊，看着嘴都酸酸的，哎，厉害哦，看到只要我讲酸梅，你的口水就涌着上来了啊。大家好，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直播了，我很久没有看到你进来啊，把你帮我们赖一下，来是心思不满不是来的，来看哈哈阿嘎阿嘎时代，对啊，你们练到这样熟练的话，你不是以前的小白了啦。如果有那个、啊、那个是什么？那个风干叶，风干叶啊，可以放几片下去。来，我们风干叶、这个、可以增加、那个。这个不是辣椒叶啊，风干叶、啊。风干叶可以增加那个。What this is this? Is Assam fish? Assam gold fish? 魔鬼鱼。啊，一干寒度。是啊，嗯，是的、啊。以前我是、啊。魔鬼鱼英文叫什么？魔鬼鱼啊！哎，你可以准备查给一下单吗？等一下有介绍，等一下有啊，有今天有优惠哦，今天最后的优惠、哦。来，我们滚一滩水啊，然后我们放一点油啊。放油的话，我们放一个。Yummy, delicious, and love。放点盐下去。来，放少少的盐啊，当然是两大汤匙啦，因为它的东西也多。好、哦、好、哦。啊。再放油。Stingray, Stingray, OK, awesome.Sting Ray 是吧 ？Sting Ray 啊，那个名叫 Ray 啊。Sting 就是刺 ，Ray 是那种 X-ray 的 Ray 呢，对吧？是读音对吗？你看我们那三个颜色极美。一干巴绿色。啊，三个啊 ，I 都 I color 蛮像真的啊。蛮像真的，蛮像还是蛮像？你看黄色，像黄色。颜色是不一样的、啊、Sweet and sour stingray This is not a sweet and sour This is Assam、啊、Sweet and sour and hot 要加一个 hot 字啊 OK 来 so 我们来放该你有放任何调味吗没有没有 OK 来 so 我们觉得 OK 的话我们就是要放白汤白汤多少、哦、这一汤匙一个汤匙的白汤我们做一个汤匙半的汤、啊、来一个汤匙半的白汤啊今天是优品双十一的最后一天优惠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呀、yeah, ，stingray fish 啊。都我们现在呢，当你进到师傅等级的时候，表弟现在要秀你们是师傅等级。汤匙，它万能汤匙啊，变成，它汤匙可以来做量匙量杯，然后还可以来量水，还可以来煮菜了。盐，一茶匙。放盐。来一个茶匙半的盐啊。我们放下去了。一个茶匙半的盐、啊。我们。哦，等一下，咱要试试个味道一下、啊。Can put other type of fish like red grouper? Can. You can put prawn, sotong, 螃蟹你吗？对。啊 ，crab， 还有吗？所有的 seafood 都可以放。Any seafood also can put inside 啊。嗯。啊，那种什么 ？You can fry the 米粉。啊，米粉 also can。啊，猪肉好像不能噻。不要难啊！有的奶茶就因为阿桑就是为调味的，比较勉强一点啊。带酸。阿桑不加一干哈里，哇！我每次都没有机会吃，我每次让机会你，你每次不要来啊。OK， 今天来啊！啊，不要讲没有给你了。一汤匙的鸡精粉，来鸡精粉一个汤匙，我们再加多一汤匙的那个鱼露，哇 ，fish sauce。一路啊，一个汤匙啊。这个你自己调了，你自己味道你自己调， okay. 调到 OK 的。Can show the Assam paste pack. You don't have Assam paste. We made by 表弟啊。Just now I show you the ingredient already 啊。我们没有 Assam paste 的那个酱，他是自己调的，表弟自己调的。啊，刚才我有 show 你们的那个食谱书，你们 follow 食谱书可以啊。那么我们的 cooking book 里面就有了。Yeah, hi. Receive the wok non-stick wok three set.Good quality, thank you 啊，静静，谢谢你啊。我又吃不到，我叫你来吃啦，你过来啦，来马铃薯粉呢？千里之行。Homemade Assam paste, yes. 千里之行啊，始于足下啊，你都没有出去的、啊。如果你觉得调 Assam paste 哦，很麻烦的事，你可以自己穿烫一下。来，我们的，因为我们少女手指 ，Lady finger。Lady finger， 我们穿烫一下。要放油啊！放油的时候，你要穿上来的嘛，就啊，为什么要穿上呢？穿上它的哦。我们这叫讲角度啦。角度对。Chili Assam Stingray Fish， 这个是要很那个，它越滚那个味道越出来。
越滚的味道越出来，因为它有大葱、洋葱嘛，洋葱有番茄嘛，慢慢滚它，它味道就还有那个风干叶，慢慢滚它的味道越出来了。好，这样 OK 吗？味道有均衡的吗？是啊，吃了八口水，不过甜，可以再咸一点点，再甜一点。甜一点，咸一点，甜一点，还有够酸吗？糖应该放多一个汤匙。够酸吗？酸有了。酸有了。开辣。味道出来的时候。辣。没有，但是算辣。辣。尾。它微辣的。后尾辣。辣尾了。哎，这个拿上来啊，给拿。来，加多一个汤匙的白糖啊。你看，我的师傅叫我加糖，我就加糖。来，火跳的火炉好用吗？有啊，好用啊，我们都一直用啊。啊，它看起来像电视机啊。有网友讲这是电视机，要撒葱花，这个后尾啦，后尾你可以撒辣葱花啊，我觉得很辣，我不要不要辣不要辣，后尾很辣，辣尾，很好的哦。哎 ，Mickey Fish Show 的 ingredient again， sure， later 啊，来我们穿烫我们的海瓜，海瓜，我show你们那个食谱啊，你们 screenshot 来。来鱼露，刚才是一个汤匙上，再加入鱼露，因为它讲不够咸啊。我是吃到辣了，我第一个吃的。白汤加多一个汤匙啊 ，OK。我们在那个，其实口味很个人啊，你们自己要会调啊。哎，你看它的，搞不清的阿嘎阿嘎，又加多一半个小时进去。OK， I show you the ingredient 啊。OK， 这个我放进那一面可以吗？我就。它上水里面放什么材料啊？你们跟着我们的阿三做就可以了啊。你先开始。OK， 来 ，So， 我先拍中文版先啊，来，三二一，来，一二三，这个全部是阿三的材料来的。OK， 调味都是在这里啊，准准的，这个是准准的。OK， 三二一 ，OK， 来，英文 ，English version。来三二一，一二三 ，OK， 谢谢大家。Nice， 刚刚是吧？是啊，够味道。那我们再穿上我们的海瓜。老师今天煮什么好料？今天我们煮阿三鱼啊，阿三魔鬼鱼，阿三魔鬼鱼啊，哎，明白了，明白什么 ？Thank you so much, Mickey。Yes, we are welcome. 我要穿软它就可以了，穿软它熟它就可以了。你要放点油下去，你看放油的时候，我们穿烫的时候有亮色，亮色，好看，深青色啊。请问表弟咖啡店开了吗？接下来我会觉得很多人会问了。表弟讲，是12月中啊，但是我觉得他赶不及了，最有可能12月尾啊。其实我的咖啡店是它的答案是模棱两可。目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咖啡店的那一个大概是这样的啊。好，给你们看它的蓝图。蓝图啊，咖啡店的蓝图哦。Thanks, Mickey. You are so kind. Thank you. 咖啡店的蓝图就是也就表弟咖啡店吗？推上去，不要啊，蓝图，它的店是这样子的，是蛮大间的，2800。Look, delicious. I'm hungry now. 就是 I'm hungry. I'm Mickey. 未来我的那个一个咖啡店的那个，现在还等装修着啊。等装修。OK， 好，完了。还有人在半个月可以装修到完呢，是吧？装修一点时间了。好像觉得来不及了，我觉得啦。暖了，就是差不多暖了就可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月多开张哦。哎，林伟很多人忙哦。每个都在忙啊。哎，装修师傅也是忙啊。还有很多人做前工作也不要在林伟开始了，有没有注意到？全部要林伟开始了。全部不要林伟开始了。啊？给他们就是连头好一头啊，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我没有放弃的时候啊，现在人都不理的，最重要是电话有的上网就可以了啊。哎，放多久啊？已经很暖了嘞，海瓜要好
哎 ，Good evening, welcome， 欢迎欢迎。对，我看暖了之后，我们就先把这个菜煮好，先压压它，要压了。为什么压？没有压呢，就是没有压的。叫我们放进去，不是可以收到那个阿松？对，要需要压吗？不需要。OK， 我们把这个龙角菇然后也是穿烫一下。来，龙角菇放进去啊。嗯。什么龙角菇呀？它不用去烫。龙角菇为什么要去穿烫呢？因为它有豆烧味是吧？啊，有烧味啊！真的是有豆烧味啊！不是，它有油啊，有时候它油炸的会有那个。我们还没有放鱼下去耶，我们龙角菇你要洗一下哦，嗯，洗一下我们。可是你将热水将汤下来已经干净了，我们要洗一下呢，先把那第一层的油干掉。放龙角菇可以先，龙角菇可以焖久一点的，嗯，我们先放到这里，它因为还是炸过的，它可以焖久，所以你放心，你可以说焖久一点，焖久多久？所以我们料很多。那个豆腐包要切开啊，它才吸收那个汁在里面的，嗯，啊，才好吃。整块放在嘴巴，逼出来那个汁。哎呦！我看我煮多一点汁啊，因为我在最后点上。我看啊，其实你的分量是很个人的啦。很个人的，你是。放哪一层啊？第二层是吧？一楼。一楼啊。来，放一楼啊。啊，我希望看到你来啊。到时候我会天天在那边做啊。我是吃老米的，我一定会在那边的。OK， 我们再加下去呢，我们加多少在那边吃？我们要加那么多多少许的糖，因为我们那个 OK， 这个调味啊，你们可以跟输啊，输的是一比例准准的，然后我们就是煮大量份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调啊，我们再加糖，再加水啊。后面表示表弟亲自煮吗？肯定是亲自的，因为没有请不到人。我亲自在厨房啊。哇，表弟，你不能倒哦，真的是，你不能生病哎，这个讲，你要健康一点啊，这啊，白糖不够哦 ，OK 啊，该是啊，白糖啊，白糖应该有放超过三个汤匙哦。有，之前都有放过，这我们再试一下啊。来，这点我们可以试味道啊，不够我们加到够为止啊。给啊。哎，我们这个鱼呢，我们也要穿烫一下。对，鱼是因为这个鱼就有腥味啊，我们就是，喂，鱼买回来，用鱼啊，你用白醋放水，白醋浸泡它。哎，是啊，有，为什么叫做？好像那个松鱼头啊，啊，臭泥味吗？有臭泥吗？啊，用白醋浸它，浸它的那个会腥掉，去掉，这个也一样的，好。当然你可以直接放下去煮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直接放的。当然我们可以，我觉得要穿烫一下了，穿烫一下再来煮。就穿烫一下下去煮也是可以的。那个臭鱼味啊，就会减低，更会减低了。因为怎样，这是魔鬼鱼了。如果是那个刀仓就不同，你可以。我问你啊，这个名字讲起出来叫魔鬼鱼，人家讲我们跟着讲。因为它样子像魔鬼呢，有魔鬼就有神仙鱼哦。来，欢迎给他突破千七的呢，还有上一百的呢。千七的呢，来给我留手。你这阿桑酱，你会煮阿桑酱啊？你还要，你看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把鱼稍微烫一下，我们就捞出来。来，千七的，来，我们千八好不好？我们不是要跟他煮吗？我们是不是在这里煮熟？我们稍微烫一下，就把那个腥味稍微烫出去了。嗯。对，我们再把第二轮的我们倒下去，再放下。我们有三公斤的这个，模拟三斤肉。对，这个配料啊，你要放什么都可以，你放海鲜类的都可以啊，海鲜类。你看它越熬出越味道越出来了。嗯，对，越熬了咯。然后我们准备要勾芡了。嗯，你看它，它是这个要勾一点芡的，然后不能太水啊，对，一定要留一点。对，哦，我们这道鱼很好吃哦，一定很好吃啊。我们把鱼放下去，来，我们把我们的魔鬼鱼切块，穿烫了过后，全部放进去。来，千八的呢，谢谢你们，再留手，千九来，啊，我们一步一步来，你们分享出去啊，这道料理啊，你们就在你们手上了。你们没有分享下去，我的阿桑鱼，你看这个颜色，你就知道那个味道。千八最好吃的，你不要讲，不可以这样讲，不是。这个以后我餐厅会卖的，我餐厅会卖的东西，你知道，
一定有我的道理的。我饿了啊，表弟，到时候你会不会拿到那个米其林的认同呢？啊，不管推荐啊，什么之类的、啊，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啊。到时候你就坐不及了。哎呀，米其林到来，有已经有一个米其林了。我们已经有米其林了吗？啊、就是再来另外一个米其林了，烦。OK。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要给它慢慢震到它熟啊，让火力震开大火就给它。我们震到它熟为止啊。因为这个鱼啊，它本身有啊，我们已经用那个白醋哦，白醋浸泡水，浸泡它15分钟这样了，对。Delicious。就是把那个整个那个鱼的腥味啊，鱼的腥味啊，都去除了。来，我。然后我们在穿烫的时候，穿烫的时候又把另外一个。再穿变成这个移到这里的时候呢，鱼就没有那种毛捕鱼的腥味。嗯啊，我这里千八了，我看看，我这里是出现千八，你出现1600了。来，我们再勾芡啊，薄芡啊。嗯，芡粉还记得的比例吗？1:2啊。OK， 我们芡粉先打，一份的慢慢打，慢慢打。马铃薯粉就两份的水啊。我可以还没有熟了，我可以放椰浆吗？不可以，咖喱才要放的。咖喱来说不用放，不可以用。阿三不能啊，不适合。你要放椰浆，就是变成了椰浆就是。这是阿三来的。阿三来的。它不是，它是酸酸辣辣那种，酸甜辣。好像差两样东西这样的，差什么？你的菜阳有放下去吗？有菜色啊，菜色后面哦，对对对，羊角豆、哦、青青的，对对对，青色放下去就 perfect 了。嗯 ，OK， 你要看你的浓度到哪里啊？这个浓度啊，不能太浓啊，也不要太稀啊。要稀也不要浓啊。嗯，这样差不多了咯，等它滚哦。哇，这道鱼开胃，有没有流口水的感觉？你看颜色就好了、啊，你看颜色就好。这个是酸的，酸一定、酸一定开胃。酸的一定舌头一定充满了口水。哇，那鱼的味道下去了，那个增加了味道。可以写食谱吗？谢谢。食谱刚才已经拍给了、我们也拍了。你们 OK， 很简单，你分享出去，因为食谱已经在这里了。酱在怎样煮酱在那里？你们可以看重播。酱你要知道怎样煮了，然后我也是肚子你要知道怎样调的这个味。啊，好吃真的。然后我们把这个吗？绿绿的放进去，哎呦，再放下去就很。你再稍微滚一下，鱼要稍微滚一下，鱼还没熟的，就是鱼还没熟呢，这鱼还没熟呢。可以放黄梨吗？要放黄梨。刚才跟上我讲，我刚才有讲吗？加一点黄梨下去，它的味道跟另外一个层次。对。啊，黄梨的一个黄梨质的味道啊。当然如果你说，我要酸一点，你还可以加个青柠檬汁下去啦。但是你不需要了，我们之前已经在我们的那一个。啊，上酱。啊，上酱那边。已经调过了，放黄梨吗？放了柠檬了。来，我们要讲这条鱼已经熟了。一般上我们酱放下去嘞，这样的鱼嘞，滚一滚一个5分钟，它就熟了，很快熟了，一滚很快熟。蒸要10分钟，流口水。蒸鱼你要蒸10分钟，来煮嘞5分钟就熟了了。打火吗？因为煮它是直接对的，直接对的水嘛。蒸你要蒸汽下来要时间啊。黄梨是灵活的，没有黄梨，买不到黄梨。那边有黄梨，吃掉了。你看这字啊，你要看到不要太稀啊，这字还可以。这还可以再浓一点点。OK， 那么再滚一下，我们的鱼就熟了。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羊角豆，放下去。海关，要吧。来，你直接放下去。有点像咖喱炒菜一样，哈哈哈！肚子，你们很喜欢吃阿三咖喱这样的东西哦。给我人喜欢吃、啊。那滚下，流口水耶！快点拿饭来吃了，全部饿了。
真哎，真的，如果是在附近的话，可以过来啊。来，很多嘛，应该投了很多。Super yummy。表弟阿三也很开胃。你没有做过表弟阿三的话，真的好吃啊。以前他开的时候，真的最卖、最畅销的一道菜之一啊。干得好开胃，太完美了，赞赞赞赞！哎呦，太客气了你。要放醋进去吗？不用，不用，这个调味已经够了了啊。可以放高菜吗？不建议。为什么不可以放高菜？在煎上。已经这些菜已经够了，也满了了。米奇加鸡满饭，米奇不要吃饭。我们看看呢，鱼熟不熟了？你的啊，这个你掺下去，如果掺得过的话，就是熟了。你都讲了5分钟，一定熟了吗？啊，掺过下去就是熟了了。啊，你看鱼，你看表弟怎么解释？鱼不要有冰啊、哦，鱼掺过去，这还差一点点，我们再捆上。哇，我跟你讲，我最喜欢吃豆腐包啊。我刚刚打不过，我忍不住啊！来，晚餐吃三片打不过就可以了，当减肥啊！麻婆巴豆腐出名阿三尼啊 ，can fry the brinja first， then add 鱼的，那个是矮瓜呢，可以。先啊、炸了那个烤啊、是炸了那个不要炸了好正煮的东西不要去炸炸了之后你用水冲淡就可以了矮瓜你炸了之后、表弟不建议你们来、炸了那个啊、不对那变成那个黑黑啊要拉油可以吗拉油不可以呢也是不建议不要拉油你要就是穿烫水 water only、拉油有是有可以亮的但是我就认为可以放长豆啊、可以、OK 几乎我们的鱼已经熟了了好让我去拿一碗出来咯哎呦牛亚的那个阿三跟你的有没有不同牛亚阿三的是吧、牛亚阿三不同啊、有没有不同那个煮法不同啊料理的你那个哎呦饿了真的饿了、去哪放呢？OK， 放了。哎呦，来配饭呢？我抹干净旁边吧，表弟。旁边抹干净一点。哇，表弟教的阿尚真的永远的神，哇 ，YYDS 啊。分给朋友吃，他问有卖吗？你自己卖咯，给你自己做。有人啊，以前过，以前我刚刚表弟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离开这句话。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话，你拿去做，用我的做，保证你可以卖到。这个颜色又美又好吃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三鱼。表弟，我其实可以吃到咖喱鱼，这个是阿三鱼啊。今天没有咖喱啊？怎么会想到咖喱？今天要想煮咖，本来我想要煮咖喱，后来看到我阿三鱼，哇 ，perfect！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你家阿三鱼呢，你可以在这里拍个照，那个颜色就美美啊。OK， 来，我们的影盔店呢，我这样子拍全张可以吗？还是我这样子？来，你们可以拍照啊！我们的影盔店什么？你们跟住这个准准就可以了。阿三 steam fish， 准准，莫遭罪。来，准准呢、啊？拍照来3 2 1 1 2 3 2 1来，谢谢大家。没有卖了，煮的再分给他们。你人真的好啊！你们看看一下我的那一个叉烧酱。今天其实我有烤叉烧，我用 A 方也烤叉烧饼啊。秘制叉烧，有吃过表弟的叉烧，大家都公认好吃的。我的叉烧是。我的叉烧是吗？全马第二好吃的叉烧，第一的没有人敢认。表弟可以教煮炸弹吗？你可以参考那个冬瓜煎蛋，我们也是用来炸的，冬瓜煎蛋是用来炸的。来煎的啦，给大家看一下。谢谢表弟和米奇，谢谢你的出席啊。这样的叉烧哦，我告诉你是阿爸，南岭叉烧。俺南叉烧，大家留天花板的叉烧，天花板啊，我们天花板没有洗过，很肮脏啊，不要放天花板。这个叉烧跟大家分享，它的皮肥肥啊，
哎呦，哪里找？表弟叉烧，烧肉很好吃，学起来又对了。那一天我的一批新加坡的粉丝来，我就是烤叉烧给他们吃的呢。你看，一点，这时候有 level， 哇，我一条我的是吧？啥的哟？表弟，再卖一条。这个是我的。表弟有卖阿三酱吗？没有哎，等他生意做大的话，可能会出酱哎，很难讲啊。不用卖啦，你们自己去煮这些的人。我们就是有懒惰啊。我们就懒惰啊。啊，表弟，我家里有麦诺，我为什么还要在隔壁店门喝麦诺？蛮多虫哦，就这样子哦。OK，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来，天花板级的叉烧，这个说上来。吃过表弟的叉烧，念念不忘啊！你念念不忘是啊，让你忘不了啊！再 close up， 爱马仕的叉烧，哎呦！啊，我们的叉烧真的是那天的新加坡粉丝来做出。有一些惊讶 啊！我的叉烧，我其实你们想要知道我叉烧怎么做呢？你们可以去看我的YouTube 一炒出来的食谱，好不好？好。OK， 好，我们吃饭。现在留守今天优品有最后一天了、给大家一些优惠，你看看有看有没有这些产品适合你的，或者你的家人，你可以推荐他们。好，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药剂师，漂亮的药剂师啊！哇，应该讲漂亮的嘛。好，素慧来跟我们做分享哦。现场朋友们，大家很晚好。哇，表弟，我很饿哎。色香味俱全。你看，也要吃。很荣幸啊，今天在我会宾。哎，我还为你吃这个。用这个。叉烧我们都公认好吃啊。也是我念念不忘哎。嗯，叉烧它也是。表弟，太棒了！对不起大家，素慧先给大家吃一口。米奇不是吃吗？人多了。人多真没有真多不少啊，所以我们让一下、我们可以一直吃的，放心。这个叉烧是他们外国来的，就给他们吃。你还没有回去啊？今天回去了、啊。入口即化，对，放在嘴巴里稍微咬一下，而且它很 juicy， 而且它很 juicy， 对 ，juicy， 肥瘦很均匀，对，然后咬起来呢很香。哇，很想再来吃第二口。等一下再慢慢享受。我也给你吃吃。粉丝们一定要吃咖喱。阿桑爷的这个不是咖喱爷。阿桑爷，我给你吃一点，一点点辣椒，一点蒜末。米奇，你要表演？来，米奇表演一场。可以。谢谢表弟。可以，我有机会啊。哦。有机会我做叉烧给大家吃。哦，我本身都是叉烧，不用做。哦，忘记了，本身我都是叉烧啊，不用做。那个味很开胃哦。对对对，而且我是比较喜欢吃，我是喜欢吃辣的。我觉得那个尾 ，OK， 有一点那种带辣的感觉。嗯，尾部带辣啊，尾辣。嗯，然后那个鱼非常的厚实。嗯。好正啊，这个很下饭的，很下饭大家。欧气饭。OK， 老弟，我回去我也要煮了，因为我看你煮的那个方式啊，就是这样子一包配饭就够了。